今天咱们来和和绿豆，这是浸泡了一夜的绿豆，先把它搓去外皮，捧起来像这样搓衣服一样，再把水倒掉，多搓上几遍，得到像这样的豆子。我太懒了，去的不太干净。锅中烧水，把豆子放进去，煮上20分钟。绿豆汤可以直接喝，剩下的豆子清洗干净，把它放到破壁机中，加入一些水，给它搅成绿豆泥。水呢，适当的多放一些更好搅。转移到平底锅中，不要放任何东西，开中火，像这样一直把水分搅出去，然后加上黄油，到最后呢，它会变成像这样的状态。总耗时大概半个小时。准备一些奥利奥，把它分成奥奥和粒粒，放到不同的碗中，把粒粒加到豆沙里，再加上20克的糖，给它翻拌均匀。现在的状态呢，是用手可以轻松的捏成团儿，它可以做很多美食。今天咱们用它和奥奥结合一下，25克的绿豆沙放到中间，用手给它轻轻的捏一捏，然后把边儿的地方整理整齐，就变成了一道非常洋气的小吃。想要更好吃呢，可以把它放到冰箱冷藏，让奥奥回软。为了让它更接地气儿，更像街头小吃，我又给它过了遍油。看是不是很眼熟？复炸以后呢，就可以吃了。绿豆泥口感清甜，配上奥奥的可可味儿，特别特别的好吃。我是小宁，明天见。